我每次表演服基本上都是自己买的，不过这次不是，这次是我买了好好多件，但不太适合都。这个是借的王毅他没穿的。我在直播。你不知道我在直播？不知道。你看看我这里。因为拆了你的快递，看看。刚刚捕获的任务。给我正好给我涂涂。我明天早上还回中心。干啥？回拿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拿。你叫别人帮你拿不行吗？我说让别人帮你拿不行吗？跳完脚会黢黑吗？是不是当然会黢黑了？啊？你给他搞了吗？搞什么？那个。今天白天搞的呀。他不是一天弄两次吗？你等会晚上，等会晚点再搞呗。哎，这个搞了，挺好的。对啊，这个刚我妈刚装的。我妈刚走。嗯，不久走了。哎，走了还挺久的，也不是不久的，走之前装的。我妈妈给我们装了一个衣架，买了一个那种落地架。怎么稳呢？我感觉它不是装得很利索，还没怎么装好，因为还有剩几个东西没用上。有没有给我留饭呀？没有饭，就点了个米粉。你妈不是等你吃饭吗？对啊。然后呢？点了个米粉，然后还剩了点菜，她带走了。你们一点吃，一起吃的。对的。像你，像你培训，叫这个回来也没饭吃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问了一下那个吃饭，一般排队有40桌，就点了外卖吃的。你以为我们吃什么好东西了？因为他自己说，嗯，要等我一起吃饭的。结果他肯定是要想让你留在这吃饭。我好饿，没东西吃。你吃我的米粉，我都没怎么吃，还有饺子。你买的还是我买的？这是我买的，这是你买的吧？我怎么可能会买这么丑的东西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买的太多东西了，沾口红了。哎、是桌布还是围巾啊？我们反正没买桌布。我也没买。圣诞节还是5号？圣诞树到了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那个。消炎的，六的，六的，对呀、啊，你放在那儿吧。但是它上面好像有个东西掉了，那个针头掉了吧？哦，把它拿起来。哎，我弄到手上了，要不要给它洗手？还没事儿吧？我要干嘛来着？我忘了。哦，圣诞树呢？等会儿，下次再装吧，装不动。你要现在装吗？行吗？哎呀，我在掉叶子。嗯，看看。脚呢？谢谢鞋带超人，没事儿。谢谢鞋带超人的皇冠，没事儿。你看看，就这么一点点。我还以为谢谢扎了个洞呢。不，扎了个洞，我现在就不在这儿了。那你还是在这儿。家里有只猪。你今天把它弄出来过吗？出来过了。我怎么弄出来？我当然没把它弄出来。哎，我不会搞，算了，弄了。你要现在装？你明天再装吧。明天估计你也不会装。明天我可能会装。可以直播装吗？可以吗？哇塞，今天好帅啊！干嘛？哇塞，现在好美呀、啊！我是小兔子，你怎么没有变兔子？到时候，谢谢小兔子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像兔子这个颜色。谢谢你的裙装。圣诞节那会儿去新疆吧。那我像什么？你？
今天什么叫你今天这么黑，一看就是个坏人。你是黑兔子怎么样？不要，那给你画一个什么动物是黑色的？大灰狼吧，大灰狼不像大灰狼。我人畜无害的。那你现在有点像，现在蛮坏的。然后不说了，谢谢。这样吧，兜兜的权杖，给你来一个凶猛凶猛的，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给你选了一个黑猫警长。那我呢？我什么？你不说你是兔子吗？可是黑猫警长里面没有兔子。你是螳螂。你才是螳螂呢！啊，里面那个螳螂很漂亮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像呀，我不是绿的，我是那个吃那个砖头的猪。黑猫警长里还有吃砖头的猪？对啊，你不没看过啊？有个猪，它吃那个砖头，红砖头。那不是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不对，那是猪呀。哎，我忘了。是那个红色砖头的猪。小时候觉得那个红色砖头看上去很好吃。我忘了黑猫警长里面有猪了。我只知道里面有那个小鼹鼠，他们都是小瞎子。那我是小鼹鼠吧？可是他们眼睛就一丁点。我不是承认我是猪，我只是觉得那个红砖头很好吃。我小时候看那个黑猫警长，觉得那个还说那是河马，看上去好好吃。哎，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妈以前想叫我叫王英俊，我差点跟胡英俊照明了。你觉得雷不雷人？昨天我听到的时候，我真是差点笑死了。为什么现在开始王英俊？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帅啊，还想叫我，在我长大你小时候就帅吗？在我长大了之后，他说你叫王承炫，或者叫王萧逸。那是你多大的时候？六七八九八九岁的时候。你那时候看着也不英俊啊，为什么要叫王英俊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叫王承炫吗？嗯，因为我妈喜欢一个男明星，叫承炫，然后就要给我起一个名字叫王承炫。这是我的对吧？那你明天记得把我的壳带回来啊。你壳没拿回来？对啊。你咋不拿？因为我心里想着你帮我带回来。我有好有一套逻辑。你说我带个壳我心里多空虚啊。有什么空虚的？那你化妆包带回来了吗？哦，我就没带走，不好意思。你明天自己先去剧场，我要帮你带什么壳啊？你是下午？哦，对哦，哦哦，搞笑呢，那你自己带着，揣怀里。哎呀，那我明天要起很早很早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说让别人帮你拿吧？不想麻烦别人，主要我也没什么人可以帮我拿，因为我还是借的衣服。你跟谁借的？我现在说出来。不就大家知道我们要穿？那你让接的那个人，明天给你闪送一下不行吗？现在就可以闪送。可是他们不回去。那你找个人帮你闪送一下。可是我没熟人，不好意思，我的那个。你找工作人员不行吗？工作人员阿姨我也不太熟啊。有啥不熟的？我说实话，人缘真是有点太差了。水果没点，要点水果吗？啊，要点水果吗？我不想吃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。那你得吃点东西。但是，哎，我膝盖好痛啊！哎呦，毫发无伤，但是很痛。你明天去按摩吧。明天晚上几点了？我晚上过夜。你明天白天去呗。那我还是多睡会儿吧。哎，你今天可以泡澡，这样还消肿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那你给我泡。我给你泡，你给我放一桶热水。你跟我说，先吃吧，先泡澡。我说，先泡澡吧。好的，我去给你放热水。我是你的仆人是吧？人发省略号什么意思？被你雷到了。他说，享受一下这个。他说，怎么能让他来？这种事情应该是我的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要吃个东西，我去拿个东西吃。怎么又要那个了？因为我饿，但是我没胃口，所以我只能吃个。
哎，是那个橙子还是橘子？哎，其实不用买水果，家里有水果。突然想起来，哎，给我拿一个。垃圾特别搞笑。虽然说我们橘子都不屑于都给他老奶奶了。你为什么要说那个提拉米苏是我吃的？那不是你的吗？那不是你要吃的买的吗？我不记得了呀，是九月份买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，不是说那个，但是因为这个我肯定是百分之百没有印象，那个是我买的，因为我不怎么买。每次都是我买，但每次都是你要吃。是吗？对，我就是有一回你上次说特别想吃提拉米苏，我现在就买了。但是我没有就是要吃过提拉米苏的。放屁！我是第一回买的时候是我要吃的。对啊，后面都是你要吃的。那这是九月份要买的。但是第一回买的给你吃下来，哎，就别推卸责任了，行不？然后被我妈妈带走的，我让她带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这么大我们吃不完，让她带走分一分。我们要吃自己还会再买的。嗯，真是，都忘记这个东西了。哎，今天那个算术吗？什么算术吗？那个，你懂我说什么吗？你就做这表情。啊？你懂我说什么吗？你就做这表情。我什么表情？你闭眼了，快说呀！说什么？算不算数？待会再说。那就是不算数。快点，你说呀！说什么？啊？你知道我说的哪个吗？你波波大家。干嘛？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就你这个态度？我什么态度啊？我说的那个东西你自己心里有点数。你可是答应我的，谢谢。口红涂的一个润唇膏。哎，你刚刚涂的是我，你送给我的那个。这个我昨天差点搞丢了。这个我送给王毅的，很漂亮。快点把我送给你拿出来给大家亮亮。什么东西 啊不在。哎，断掉了。断掉了它还你不用了？用了，今天还用了，但是它断了，我上次把折寿忘了。它洗澡是洗十年。嗯，要干很多活呢。要擦身体乳，还要剪剪指甲，修修指甲，然后要敷面膜，要敷眼膜，要敷角膜。而且你有一次敷角膜敷到早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睡着了，把它忘了。依依也是，但是我洗澡真的很快。我洗澡跟他是走极端，因为我觉得每天都洗澡，我抹搓一把抹一把沐浴露我就可以走。我洗澡我要在厕所待很久。我特别讨厌在厕所待很久。我就要不洗头我也待很久，我要把我身体上的所有这些护理都做完，敷完脚膜还要涂那个脚霜足霜，你们都知道，然后涂这关节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关节容易变。你连关节都偷偷涂？什么叫偷偷涂？在面前涂的。我身体乳完全不涂。我全身要涂身体乳就要涂很久，除非我干脖子，我才会涂身体乳。但我每次涂太润了，那个紧霜打开。对啊，所以就然后我就连护肤品。你还涂紧霜？我涂了很久了，依依。我还在想说，我说这个东西你一直不用放在那里都积灰了，结果，但是我会护肤的时候连脖子一起护肤。哎，嗯，妞妞呢？那去看看她。咋了？啥事儿？因为我想把。Sorry， 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哎，果然。好可爱！现在人家睡觉了。哎呀，睡觉了。哎，我买了两件睡衣。干嘛？为什么？什么？哦，那你不能等会儿吗？那行吧，随你。真的别过来就行。那你去吧。你怎么歪了你？我咋了？你怎么人歪了？你正过来试试。你把脸正过来。哎，你怎么歪了？你怎么歪嘴？我嘴一直都是歪的呀。没有啊。我不会吃这个影响到我脸部表情的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别吓我。那我立刻断腰。哎，你再给我看一眼。你过来坐这儿，我看看。哎，坐我对面看看。可能是你刚刚歪着讲话，你这样，你再讲个话，笑笑，还行，看来了，
你是不是喜欢长？你是不是喜欢右米的右在左边？对，很明显。去新疆有房车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为啥？因为我们不开。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飞，踩波浪。哒哒哒哒哒，美丽的白发。哈哈哈哈新疆葡萄大，可是我们这里的雪梅葡萄了，把猪葡萄干。新疆葡萄大。一嗯，江一任务，请说。帮我再来两个橘子。我现在有点不太方便。哎呀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你看他，你去吧，你是不是拿个东西给他？去吧。想，我觉得他新疆有没有烤全羊吃？有啊，肯定有。是吗？我想吃烤全羊，那就把这个吃了。把什么吃了？这个东西。嗯。啊！我要吃烤全羊。什么？烤全骆驼？别把我吓死了！要不要把圣诞树装一下呢？可以啊，那你装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， 我们一起装吧，来吧。但是我手机不能动，因为你的支架是在阳台，是吗？我猜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很久没有，就是。上次我见过一次他，就是。那你能不能给我拿双袜子？为啥？因为我不想露脚。嗯。你又不脱袜子，你又不，你穿拖鞋呀，不是吗？哦，穿着拖鞋装啊。你又不在沙发上装。哦，在外面装。你还要跳沙发上装。来吧，我们一起装一个圣诞树。把桌子挪过来点了，我只能架在桌子上。唉。可以这边电视这边吗？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换个位置。树，把树拿过来。留下吧，因为我想坐地上。我这个至少说，好适合说一句台词。妈妈，我想拉屎。你也是来拉屎的吗？嗯。带个脸，你有什么脸？拜拜。能不能把我的蓝牙关了？给你关闭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点不了关闭、啊？这个蓝牙叫什么名字？你这个手机为什么按不掉？哎，是这个 X 吗？蓝牙叫什么名？是的 ，X 什么的。这也是。这个垫子。哎呀！你过来一点。卡了吗？我没法过来了，因为我不是支架。这怎么装啊？你先把它铺开，我去拿一下后面的东西。还有东西。铺开怎么铺开？一根一根往下放。啊！我突然发现，它不会没有挂件吧？你没买吗？不可能啊！哦，在这儿，这是吗？不知道。哎，那不会是他们？我去，不会吧？没有。我去，不会吧？只有一个铺数啊！我去，不会吧？你没买？不可能啊！一般都是一起的。他不会是要分开买的吧？好，再坐在这里。
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连接在一起，我刚试了一下，一个是上面，一个是下面呗。那这个就是这样。这个肯定是上面的，这上面的，你看它一根长的。卡人都睡了，难道不想看我？这个圣诞树主要是时光机。可以了吧？我觉得。可是这个怎么装在一起呢？为什么我这颗这么粗啊？这是下面那颗，是上面那颗。可是这个怎么装在一起？哦，这是有个头。哦，那这个是插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你先把把底做上呀？有可能的。这样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不知道，就放这儿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会儿看看能不能，不是，进去，这什么？这放哪？这是哪的？哎，不对，你先让我插进去。怎么这么秃呢？什么神奇？来拉开一下，给我。是吗？哎，你别动，别转它。哦。下面是固定的，这样吧，你插进去吗？对，我看不见。哎呦呦，这个很太厚了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你会吗？哦，转进去了，对吧？呀、yeah.。好的，那还有一个呢，三个。哎，怎么放这么让人下头子？不知道你放的。还有什么姿势呢？我这个。哎呀，老铁，你放的是什么歌单？哎呦。我的这么悲伤，只是顺着放。你是全插进去了没有？没有。好了，你去换一个好吗？我们都是纯音乐，所以找歌单吗？来吧，好秃的树啊，被骗了。是的，那个树怎么那么秃啊？又是熊大熊二要来的，没那么搞笑，又有蜂蜜。还行吧，来吧，给你个。这是灯，哦，下面好秃啊，还没有展开，把下面的展开好一点。呀，这个就这个，它不要让它起来，这样它就会变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
这个头发还是我自己剪过来的，是吗？就是它是这样绕着一圈的，哎，它这个断了一个，哎，这儿长的，别管它，把它展开一下，它就会，啊，它会掉粉，等会又要拿吸尘器吸，嗯，怎么弄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圣诞树长什么样，就是这样，你要看一下图片。就按自己来吧，嗯，你们先把这个叶子展开，我都没展开。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几乎是个恶作剧，后来我想我已经忘记，展开就好多了，好吧，我猜应该就是这样，绕一圈了，伪装它东西的感觉。其他的呢？不知道，怎么这么粗啊？我被骗了，你把它展开，但展开了还好吧？好丑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给我要画上去。哎，你把那个每个都展的大一点就好了。我已经长大了呀，把耳朵缠在一起了，往上拢一点。很好的缘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绑上去的吗？这个条条应该是。他俩。沙宝，这挂在挂上去好了。哦，等等挂吧，但这样很容易掉。